狗闻了都吐的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臭？它是如何制作的？瑞典北部波罗的海岸，这是一家鲱鱼罐头加工厂。每年五六月是加工旺季，工厂平均每周会收到从波罗的海捕捉的60吨鲱鱼。鲱鱼又叫青鱼，是一种体型较小的鱼类，喜欢成群出动。和别的鱼类不同，它有一个神奇的特点，可以放屁。遇到危险时，鲱鱼会通过屁来恐吓敌人，并借助高速喷射的气体迅速逃生，咻的一下窜老远。当它们成群聚集时，沟通交流从来不靠嘴，全靠放屁。不过目前人类破译出来的只有一句，那就是当两条鲱鱼挤在一起时，其中一条会把一连串的屁崩到对方脸上，意思是太挤了，离我远点。虽然鲱鱼会放屁，但鲱鱼罐头的臭味可跟人家的屁没什么太大关系。鲱鱼被捕捉上岸运到工厂后，第一步会进行宰杀，流水线加工，离心旋转，保证每条鲱鱼头朝前飞出去。然后机器会以吓死人的速度去掉鱼头，开膛破腹，挤出内脏，平均每分钟能切掉400个鱼头。狗带之后，鱼内部的气体基本上已经被排放干净了，简单清洗，加入浓盐水，拿个大棒槌进行搅拌。这玩意儿又称为卤水，可以阻止鱼快速腐败，杀死细菌。浸泡两天后，腌渍过程结束，开始发酵。为了做出地球上数一数二臭的食物，让瑞典人无法自拔，工厂可谓是憋出心裁。首先将鲱鱼从大大大桶中捞出，放进大桶分装，然后每一桶来上一盆第一泡的卤水，弥补鱼体内流失的必要酵素。哟啊，这颜色好腥啊。盖上盖子，采食密封，存放在气密储藏室里。这里的温度保持在12到15度左右。一桶桶的血水、卤水和鱼开始发酵，分解鱼肉，加以软化。静静待上8周后，会说鱼话的质检员前来检验。第一步，听桶子里的气泡声，如果里面发出的声音，表示小鱼还没准备好灌装。假如气泡声变大，听起来像咕咕咕咕咕咕，就说明他准备好了。第二步，让人无法羡慕的试吃，蘸点卤水舔一舔，品一品，撕块肉条尝一尝。如果卤水从血腥又齁咸的液体变得韵味十足，鱼肉从又腥又硬变得十分柔软，说明发酵完成。尝起来应该可以灌装了。试吃结束，工人将桶拉走，送入车间，手工灌装，加入咸卤水。由于味道十分上头，工人备受折磨，戴上耳机转移注意力，堵鼻孔，往人中抹清凉油都没用，因为任何一种味道混合鲱鱼都是臭上加臭。装填完毕，进行密封。为了避免鱼腥味让消费者闻了想吐，工厂会进行清洗、装箱，放入仓库，让罐头里爱好盐的特殊细菌作用发酵，产生闻起来很臭很臭的气体。1个月后，大概8月中旬，罐头会慢慢鼓起来，由于内部累积了很大的压力，随时都有炸开恶臭四溢的风险，很多航空公司禁止携带。瑞典政府也明确规定，不许在住宅区开启鲱鱼罐头，但瑞典人对此爱不释手，心脏极强，每年能吃掉80万罐，跑到室外肆意喷溅，据说闻着臭，吃着香，有没有想吃的？组个团。看完刺激的鲱鱼罐头，咱再来看点能顺畅呼吸的。你知道泡面是如何制作的吗？这是一家位于韩国的泡面加工厂，每天可以生产50万包方便面。进入工厂前，员工会穿上防尘衣进行消毒，随后开始清洗搬运。这些又大又粗的牛骨头就是制作料包的原材料。首先，工人会将清洗好的牛骨头放到传送带上，扑通坠落，进行粉碎。这个角度有点可怕，看得我一边吞口水一边心惊胆战的。粉身碎骨后，牛骨头会掉入大锅中，挤满一桶，上吊拉走，放入超大罐罐中，焯水清洗过滤，盖上盖，熬上20多个小时，大骨熬成汤，迪迦变成光，最后来点核心机密，注入灵魂，均匀搅拌，冷却装袋，骨头汤准备完毕。工人拿出死亡大滚筒，加入生抽、辣椒以及其他调料，不断翻滚进行熬煮，均匀搅至浓稠，一边喷一边装，酱包新鲜出炉，过水冷却杀菌。
啊，长得有点像一百年润发了嘿。随后工人拿出冰冷的牛肉，将其切割成薄片，挨个放入机器切成小块，清洗备用。与此同时，工人快马加鞭剥大葱、洋葱、小蔬菜，放进机器切成汁，混合装包，牛肉蔬菜料包大功告成。调料包入集齐，主角泡面登场。粉面搅拌，加入酵母，添水和面碾压成饼，重复重复再重复，流盐成型。一边切条一边织围巾，一波捣鼓整了个大波浪。为了完美定型，机器将其切成一块一块丢入碗中，吸剪吹一条龙服务，锤击定型，高温烘烤，去除毛刺，挨个检查完毕后，最后附上骨汤、酱包、调料包，包装入库，完美，啥也不说了。叔叔们吃过有牛肉的方便面吗？